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我这边都和有阴影观察人种树啊，发现了一件大事。我这位花园的园主请一位专业种树的人来种树啊，伊将别位的树啊刷在内种，迄个人去别位将树啊挖起来，挖来树啊拢真大丛，气候阁真济，但是所挖的根真底阁真少。伊伫涂骹挖的坑无偌大，而且挖起来时一看阁全石头。不过伊拢无茎无苔，直接就甲树仔种入去坑内面，然后甲挂石头的土砍砍咧。真紧就种一片树啊！一时间看起来就亲像一个树拿。种树啊，遮灵紧，一时啊种一片，使人真赞叹伊是一个专家。但是过无几工，树叶啊一直黄去，落下来。无偌久，所有的树啊差不多拢死去。后来有一位做美容美发的小姐也发心去种几丛树啊，不合在边观察那位小姐的种。她在挖土的时候一看挖起来都是石头，她就哭在那里真耐心将一块一块石头都捡出来，然后用两个土来添。要种一丛无偌大的树啊，伊就挖一个真大的坑，阁捡个拢总无石头，而且阁将土逐逐悄悄扩散。甲树啊种了去以后，伊将土饲好平，爬起哩打好栽，阁一丛一丛压水，并且加条伤过济的枝叶。树根伫开始长的时，唔免伤过负担枝叶，可以专心将根定好深，定好宽。过无偌久，树啊就发芽，大真紧。我看了心中有真深的感慨，这树啊和种树的人都是我的老师，因慈悲为我说法讲修行的道理。咱看专业的人将种树啊当作职业，无好好用心，无照道理照步来种，只顾眼前种了紧阁方便，爱一时会青翠好看，结果种一片树啊，无一丛活落来。因为第一，
拖来钻石头，顶扣扣头不桑，手巾根本都顶不落去，巾遐尼少，阁遐尼浅，哪有可能支持遐尼侪肌肉的需要？就是一时中间刷过来有遐尼侪的肌肉，嘛维持无几工的好光景。会教人讲，戒是无上菩提本。菩提本的本就是根，亲像树仔的根。会教人爱用戒律做咱的根，无照戒律就亲像无根的树仔，一定无几工会好光景。树仔要定根。在钻石头的头面是真难定下去。什么叫做钻石头呢？就是心内转转自私的执着，定扣扣，让你执着我家己安怎，这就是障碍，使根定不下去。无定根，连一丛的树仔嘛白挖，哪有可能有功德拿呢？虽然是专业的人来种，但是如果拢无照种树仔的道理，无老实一步一步去做，轻轻踩踩，马马虎虎，结果嘛是全部死了了。树仔则不管你是专业无专业，只要无照道理，无老实照步来，同款拢未成功。修行嘛是如此，只要无照道理含处地，专业嘛是会失败。咱搁再讲迄位做美容美发的小姐，伊毋是专业种树的人，但是虽然无专业，伊只要种树的时，老实照道理、照处地，毋惊麻烦，伫根本上下功夫，好好伫心地下功夫。老师把石头一块一块经过清洗，换柔嫩个桑的土。这个意思就是好好去掉咱的五执烦恼，换柔嫩恭敬的心，安尼根得真容易定心。打半载时，如果爱肌肉者青翠好看，唔尴尬，对输筋负担相当，顶不落去，结果嘛是一点去。所以开头时，卖爱好看，卖谈肌肉者，必须爱好好修正，输筋有机会顶好深。有根的树仔才大会起来，而且颠倒大了根。咱一般拢看到地面上的树仔，无看到土下底的根。其实，枝叶有偌阔，根就有偌阔，是因为根有遐尼阔，枝叶才有遐尼阔。根有偌深，树仔才有偌高，是因为根有遐尼深，枝叶才当有遐尼高。
这件代志对佛学合法修行有真大一启示。咱修行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树根含枝叶花果，实在是一体的道理。无去注重根，只爱一时的枝叶，一定会尽快冷去。佛教咱讲，戒是无上菩提本，就表示戒律这个根含无上菩提一个，实在是一体，是共一丛树啊。既然是一体，咱无可能干那爱结果，无爱根，嘛袂使含定根叫做想过执着。咱爱了解，无定根，无根这份执持，就无顶面枝叶花果的自在。咱若要种树啊，真正是减一步都种袂水。真正毋是伫看是啥人来伫种，是看种时敢有老实照厝地去种。修行嘛共款，照步来，老实就成功。无老实想要成功，平平种树啊，无几步，一定是白步一场，白老官利益。是土地一石头，咱若是嫌麻烦，毋肯了工甲捡掉，用土改扛起来，当然外表是看无，但是根一定会顶白落去，无根一定会无结果。看顶边的树啊，就知影土地一石头一定是无恶，土地的根一定是无定。哪有讲伫土地都看袂出来呢？人肯老实照步捡掉石头的人，已经伫树仔卡纳凉伫修行果实啦。无老实的人以为家己会较紧，结果是修行打起个倒起的树啊。所以讲，求紧无老实，颠倒无结果。观念那是错误，以为定紧是执着，干那爱机会的自由发展，这嘛是只好去求打击。那是真正想要爱树啊的话，爱无上菩提结果的人，嘛是爱重新由头乌土乌好深，重新搁再捡石头，这是无可能成功的。无照道理，无照步来，一定是家己吃亏，无可能有什么便宜。同我做实习医师时，曾经跟随过以前代代一位老前辈教授学习。伊是一位真慈悲高明的医师。同我伫边啊观察伊看病人时，发现着一件代志，就是伊看病人拢真详细，由头毛观察到脚趾甲，而且伊所写的病历一行一行拢写个清楚明白，可以讲拢含教科书内面要求实习医师的做法同款。我非常感动，我得到一个真大的启示。原来一位伟大的医学院老教授，就是完全保持伊初学做实习医师迄份精神和老实的敬业态度，无变作凊彩马虎的老油条，
才不起五人的性命。后来我亲近佛门，作为师长善知识，我有同款的发现。原来伟大的老和尚、老菩萨，拢是保持当年初学佛迄份老实持戒的精神，保持尊重佛、尊重法的恭敬心，袂因为家己年纪老就随便开方便、凊彩马虎，则袂顾着众生的发心慧命。咱顶边讲，在家居士的五戒，这五戒的内容，有人以为讲拢是真消极的，只是叫家己卖去杀生，卖去偷盗，家人卖讲白贼话，卖邪淫，卖饮酒。伊以为这只是消极方面，防止家己一个人卖去作恶。对众生也无什么利益啊，其实并不是安尼。五戒是真积极，以保护一切众生身心做出发点。咱修五戒嘛，爱真积极，发广大的菩提心，用爱护一切众生、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去修持。咱的发心无同，就是因无同。因若无同，各的差别是真大。第一条不杀生，就是爱发出慈悲的心，为保护一切众生生命的安全，袂使为了任何自私的理由去杀害众生。咱若是会当持这条戒，对放出慈悲的公平。咱若是不杀生，对当好一切众生，故的咱拢感觉真安心，唔免担忧伊会失去性命。这就是在做无为的布施。咱若是会当坚持不杀生，得甲世间所有一切杀业拢无关系，得会当脱离世间杀生的穷业。第二条是不偷盗。在佛法内面讲偷盗，并不是讲三更半暝去做贼，甲人偷提米。或者做功德去抢银行，才叫做偷盗。佛教内面偷盗的盗，意思叫做不污处，也就是人并无要给咱，咱就家己去共摕，安尼就是叫做偷盗。无得到主人的同意，得甲伊的物件摕所为，这嘛是偷盗。别人的物件、公家的物件，随意摕来家己用，这拢是偷盗。应该爱缴税金，但是得税无必缴，这嘛是偷盗。人不偷盗，就是体谅众生。每一个人拢唔爱失去家己的财产，唔爱失去家己的物件。人为了发自悲心，保护一切众生财物的安全，所以咱不偷盗。咱若是不偷盗，就会放出慈悲的公平，所以一切众生顾着咱，拢唔免烦恼伊的损失、伊的财物。咱若是会当坚持不偷盗这条戒，世间所有偷盗的恶业，拢甲咱无关系。
都会当由世间偷得一重要里面解脱出来。第三，就是不舍因界，这是为了要保护一切众生的情操、身体以及感情，唔好受到伤害，所以袂使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。不放弃，但是袂使讲无老实、无意义、无利益的话。这是教咱爱积极发慈悲心，保护一切众生的心灵、感情，唔好使人受到言语的伤害、言语欺骗的痛苦。第五条是不饮酒。不饮酒就是不可饮酒，包含不可使用任何毒品。这是为了要保护一切众生，不可让他们受到我饮酒以后的危害。另外一方面，也是保护自己的身心、精神、智慧。有健全的身心，才能当为众生做最有意义的贡献。一个人如果时常会当有这种的善念、慈悲的原则，自自然然身心拢会清净，自自然然会放出光明，自自然然得有福报智慧。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有一首偈讲：彼体盖累尽，诸意妙待魂，数甘露法物，灭除烦恼厌。这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一首偈，同时也是对戒律真好的形容和描写。和观世音菩萨同款，戒律的本体也就是大慈大悲。这首偈讲彼体，也就是以大慈悲为本体。盖雷震是赞叹伊的气概，亲像雷电震动大地的功能。咱嘛会使由此了解，盖律的功能作用，就敢那雷电共款，在乌云密布当中轰轰动地。咱的心中时常在烦恼乌云密布当中。盖如同雷电，透过万里长空，轰轰照耀。在咱的心中，念盖迄个刹那，亲像雷电轰轰，雷声响遍虚空。迄刹那，嘛使咱看清楚天地的光景，雷音的震动。震动了咱白白乎乎的心地，把咱困到沉沉的佛性叫醒起来。这就是第一句，彼体盖雷震。这首偈的第二句是注意妙待魂，诸意的诸就是和众生安乐，诸意就是使众生安乐的心意。妙待魂是亲像光带的云彩，遐尼啊微妙。这个本来是称赞观世音菩萨的，但是咱嘛可以用来了解形容戒律，戒律是由
要和众生安乐的心意所发起的。伊的特色亲像一大片的云彩，可以遍布虚空，真柔嫩，真自在解脱。天空的云看起来是有形象，但是别抓又搁抓袂着，伊袂受到形象的束缚。在适当的时机，用众生的需要，云彩可以变作是甘露水，变成清凉的河水，灭除一切烦恼的火焰。这个功能就是像这首诗第三句第四句所说的，使甘露发物，灭除烦恼焰。用甘露发物灭除咱心中的烦恼，这就是戒的功能。普门品这首诗的形容是称赞菩萨的功能，但是也可以帮助咱体会戒的本体、戒的相貌和戒的功能作用。护持中华护身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身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5-679，012-001-195-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石上神宫位于奈良天理市密林掩映的不留山上，是日本第一座神社。石上神宫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，神社内自由放养了30多只的鸡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神社内有数十只自由无拘的鸡在四处走动，据说古时曾有鸡只啼叫，唤醒了沉睡的神灵，及时平息了一场灾难，因而神社便将鸡只珍爱保护着。神社旁的山边古道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18世纪史书《日本书记》中所记载，这是日本最古老的道路。高大的巨木散发着沉稳的气息，例如诸神守护千年的平静岁月。生命脉动，绽放希望。生命电视，让世界亮起来。
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生活智慧语录，无论是在亲情、爱情还是友情的关系之中，引导一个人变得成熟独立，接触善见，比实际给他财宝更有意义。人性要透过长时间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反省、改革、扬弃，并且在待人处事的过程中长期培养淬炼，才稍有转化成型、趋于圆熟的可能。浅交、客套、嘻嘻哈哈之往来，自然容易尽兴而少摩擦。与亲近朋友或亲人的相处，才是真正需要彼此了解、体谅，以智慧化解摩擦的人生课题。能跟人好好相处是非常重要的。所谓的好好相处，不是表面上的诸事圆满，而是因缘圆满。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生活中的不顺遂，或许都来自于过去因果业报之故。我们必须懂得在这些基础上安身立命，并力行善行，以制造善果的根苗。世上没有人有义务对我们好，即使自己的父母亦然。别人对我们好，我们应感恩报恩。经典的境界是绝对不可小看的。他们之中的每一言每一句都含有甚深的体验，可能是我们不了解，或是一些甚深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而不愧是佛菩萨们说错了话。不管是眼睛看到或耳朵听到一些微小事物，只要我们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，都已算是受人之惠。我们应当不忘这份恩情。他人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只管报恩就好，不要去计较恩人的是非善恶，
那是他个人的事，我们不要跟他一样就好了。诗人慎勿念，受诗慎勿忘。对别人的付出，如果没有什么动机企图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心甘情愿的事，因此不该寄望相对的报答。若对方有所回报，应以受人恩惠的心态来接受。稍微对人家慈悲一些，就觉得自己很善良。稍微有一点诚意，就认为善知识指导我们理所当然要倾囊相授。有这样的观念和态度是不对的。无论出家人或在家人，受人供养都应该要升起感恩心、精进心和惭愧心，而非就得到供养的这件事而自喜，甚至升起贪念。一件善事的完成，往往是背后有很多人在出钱出力。不论自己走到哪里，都应当感激那些默默行善的人。即使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智慧浅薄，然而行善助人修行的脚步却不能停。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，量力而为，尽其在我就是了。凡夫都活在业里面，活在自己的颠倒梦想里面。其实人的弹性是很大的，不要坚持一定要过怎样的生活方式。随缘，一切都好，都安心。不随缘，看什么都不好。一个不了解人生真意的人，会以为他的痛苦是因为缺少功名、财富的关系，但其实功名利禄虽然能短暂地带来快乐，却无法真正消除生命中的种种痛苦。
上等人安行于道，中等人安行于世，下等人安行于名利物欲。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很了不起而趾高气昂，或许正反映了人的卑微与无知。积极人生，谦虚满分，自我越大，不安越多。该放弃而不放弃是执着，该提起而不提起是逃避。真正的修行人应具备的心态，真正健康的人生态度，是不执着也不逃避。在生活中修行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自己的职场生活，每一份责任与义务，与家人的共处等任何时刻，都能平心静气，有着喜悦宁静之心念。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使自己原本劣迹的善根更加的提升。不管什么法门，只要你修了以后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快乐，性格越来越稳重，心念越来越集中，以及越来越安详自在，越来越理性客观，越来越有爱心同情心，生活也得到了改善，那这个法门对你而言就是正确有效的真理。忍辱的定义不是拼命地忍耐屈辱，而是指即使在受辱的情况下，也能保持内心的和谐与平衡。忍辱的本质就是学习避免嗔怒及憎恨，无论对我们有没有好处，只要觉得这是明显因为的事，就放手去做，不必在乎未来的结果如何。佛法也包括了对生活的体验，因此倘若单单浸习在宗教的仪轨和经论的思辨中，
很难完整地体验到它。最新佛法的人，只有当他同时也能将佛法落实到生活中，去调节生活上的诸种困扰和压力时，学佛的基础方成稳固。懂得佛法生命的人，看电视，看小孩哭，甚至于谈情说爱，都宛如读佛经啊。他能够从里面体验到人生、人性、世间的道理。佛堂也可能是世俗的地方，家里也可能是成佛的道场，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和体悟。在家中，要在安家立业之中修行。无论是亲人、朋友，甚至仇人，我们要视他们为佛菩萨的化身来对待。我们要敬佛如敬邻居，敬邻居如敬佛，不可有取舍心。透过正念的修行，不执着，不抱怨，心就会变得清安自在。能以宁静、喜悦，以及一颗坚强、稳定的心，来面对所有障碍，这便是将佛法应用于生活之中。同时，我们要学习放下与不是，这是与人结缘的最佳方式。透过布施，我们的友谊会更加紧密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贪的培养会成为解脱的强大力量。使我们受缚而不得自在的是自己内心的贪爱执着。我们在休息布施之际，同时也是在学习放下。放下一切我们对事物的成见与期盼，放下对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执着。放下对一切事物的观念、成见和想法，如此一来，
法，自然会显现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三界业报，六道苦身，即生即灭，念念不住，无体无实，如幻如影。随着空海大师的足迹继续前行，偌大著名的熊谷寺山门已经来到了眼前。熊谷寺是著名的赏樱圣地，在辩才天池周围种有百来棵风须贺樱，其中以人王门周围的一排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从早开的风须贺樱花到绽开的吉野樱和白木莲，初夏的绣球花，渲染的秋红，四季千流中的色彩变化缤纷。熊谷寺雄伟的人王门是四国圣地现存最大的木质山门，建筑风格融合了日式和中式风格，宽9公尺，梁间5公尺，高13公尺，是县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。两层殿堂，东西两根圆柱，会有东升西降的龙，天花板上会有6位仙人，瑰丽多彩。山门两侧的人王栩栩如生，传说曾把人王雕像移到第7番石勒寺，但不论多少次人王都会回来，就是因为太喜欢熊谷寺这个地方。熊谷寺号普明山真光院，本尊为千手观世音菩萨，建于嵯峨天皇时期弘仁6年，弘法大师在这里修行时，熊野全现现身，赐予他一尊观世音菩萨像，并得到神谕，嘱咐他以此为永远救度众生的根本，作为熊谷寺的守护神。熊野全现的神社至今仍供奉在停车场附近。一早进入熊谷寺，多宝塔就坐落在参道一旁。此多宝塔于安有3年建立，其中共有5佛，中央以胎藏大日如来为中心，东南西北分别供奉着金刚界阿处如来、宝身如来、无量寿如来、不空成就如来，体现出密宗之金胎不二的理念。从停车场就可以看到高18公尺的大宝塔，是熊谷寺的亮点之一。多宝塔的第2层结构色彩鲜艳，非常吸引人，
其上的装饰，让人忆起平安时代的美。沿着多宝塔向内迈行，两侧的清幽翠绿让上坡的步道完全不感到吃力，路上不时会有假日前来协助整理寺院的学生向旅者问候，体现了身口意修行的礼敬之心。沿着石阶而上，中门镇守的是多闻天王与持国天王，造型古朴，震慑四方。这是一座能带来视觉响艳的寺院。广阔的庭院内盛开着时令花卉，因此被称为花之寺。过了中门，再走一段阶梯，就看到钟楼、洗手所、本堂建筑群。钟楼堂于宽文二年由长义和尚所建造，旧时的钟楼堂建筑只是四根支柱的一般屋顶形状，于文化六年快欠和尚改建成现今华丽的两层钟楼堂，以纪念长义和尚。钟楼前供奉着延命龙头观音及大石像。延命龙头观音菩萨具有强身健体的功效。本堂大殿位于半山腰，就在中门前。然而于昭和二年，本堂遭祝融之灾，由大师亲手雕造的千手观音本尊也因此被烧毁，本堂于昭和十五年才重建起来，其他堂宇最后在昭和四十六年全部完成。另外新造的千手观音本尊供奉在正殿后面的独立建筑中，可入内参拜。大食堂位于正殿左侧四十二级上斜石阶之上，建于1707年，瓦顶宝形结构，殿内供奉的弘法大师像制作于1431年，为德岛县指定的有形文化财产，是德岛县第二古老的弘法大师像。大食堂宝殿内坛城前供奉着玉本尊和弘法大师十大弟子的画像，弟子们直接接受空海的熏陶，作为空海明点的法灯，守护传承着真言陀罗尼法门，以三密相应之行法达到身口意清净圆满的境界。佛法非遥，心中即静，真如非外，气生何求。驻足至此，心中油然升起大事的训示，佛性本自具足，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。身持境界则能视善恶，心无善乱则能见本心，感受当下的呼吸就是觉察内心的方式之一。未来的路虽长，但是不担心，因为大师此时此刻都在陪伴着你，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去找寻内在的自己。